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这间电梯三房车位在土城区中央路。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这间电梯三房车位在土城区中央路，我们这个社区名称叫做黄翔 Park， 是我们土城当地非常知名的建案，总楼高有32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是16楼，屋龄只有1年8个多月，全幢将近有50平，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有25平，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跟一个平面大车位。这个物件三房车非常的超值，目前报价是1898万，总价非常的低，含一个平面大车位。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也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海山捷运站走路不到700公尺就可以轻松的到达。如果你们大家本身就是在找新建案，像这种物件真的很适合你们大家，赶快来现场参观。总价非常的便宜，目前全幢只有50平，报价是1898万，使用空间非常的大。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卫浴，现场完全因为尚未使用，所以我们现场没有任何的卫生器材。由于我们这个是新房子，尚未有任何人居住，如果你们大家对这种物件非常的有兴趣，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赶快来现场参观。这个物件黄翔 Park 是土城非常知名的建案，也是一个指标性的地标，附近的生活机能非常的完善，而且也非常的成熟，近学区、近捷运，而且近商圈，生活采买都非常的方便。不管是你们要买一些日常的生活百货，或者是大型的家具，走路的范围内都可以让你们轻松到达。附近也有传统的市场，像裕民市场、学府市场。如果你们大家对这个物件非常的有兴趣，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赶快来现场参观。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格局，使用空间非常的大，基本上我们放上双人床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完全不会有压迫的感觉。我们这个物件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跟一个平面大车位，换算一平单价也非常的便宜。如果你们大家偏好新建案，不喜欢看中古屋，
真的很建议你们大家来看这间防翔 Park。 这间防翔 Park 它的公设比非常的大，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基本上也只有一半而已，但是我们所有的公设你们想得到的应有尽有，回到家就像度假一样，不管是健身器材，或者是游泳池，或者是中庭花园，或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迎宾大厅，都会让你们大家觉得非常的超值。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我们的公共卫浴使用空间也非常的漂亮，大约可以容纳六个成年人这么大。如果你们大家本身就是在找新建案，真的很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真的是非常的超值。防翔 Park 在我们土城是一个知名的地标，而且是一个知名的建案，是一个算是住商混合的社区，使用空间非常的漂亮，地理位置也非常的棒。如果你们大家并不排斥像这种住商办混合的社区，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来现场参观做比较，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售出了，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三个房间，这个是我们第二个房间，不好意思讲太快了。我们这个物件是真的非常的超值，三个房间使用空间都非常的宽敞，而且格局也非常的方正。如果你们大家真的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为你们介绍的这间社区名称叫做防翔 Park， 屋龄一年八个多月，总楼高有32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是16楼，全幢将近有50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25平左右。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跟一个平面大车位。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三个房间，我们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采光都非常的漂亮。站在这里，我们晚上的视野非常的好，晚上可以放到许多非常漂亮的夜景。如果你们对这种物件并不排斥，而且非常的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
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我们现场的格局非常的漂亮，方方正正的，采光非常的好，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这种三房车，希望你们大家能够纳入考量。这个物件目前报价是189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 也非常的便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客厅。我们的客厅跟我们的厨房是算是开放式的。你看前面我们的左手边尚未有任何的厨具，那个是预留的空间。目前我们的厨房是属于开放式的格局。现场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客厅，客厅跟厨房跟餐厅是连接在一起的，非常的宽敞，而且也真的非常的舒服，完全没有任何压迫的感觉。如果你们大家对这种物件有兴趣，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是1898万，全幢将近有50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将近有25平左右。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参观现场，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们大家做服务。我们室内的挑高非常的宽敞，讲话都会有回音。如果你们大家对这种物件非常的有兴趣，真的希望你们大家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这个物件非常的超值，目前报价只有1898万，三个房间，然后还有一个平面的大车位。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平，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这间电梯三房车位在土城区中央路，我们这个物件非常的超值，目前报价是1898万，全幢将近有50平。目前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约有25平。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跟一个平面大车位，使用空间非常的大。我们这个物件黄翔帕克是我们土城非常知名的建案，而且是一个指标的地区。如果你们大家非常的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社区不管是我们户外的游泳池，或者是迎宾大厅，或者是各项的健身房，还有一些麻将馆，都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实用。如果你们本身对这个物件并不熟悉，欢迎你们大家打电话跟我联络，我随时可以带你们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一层有6户，共用3部电梯、3个逃生梯、3个逃生梯，规格非常的高标准。如果你们大家对于这个物件非常的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谢谢你们大家。如果你们大家方便，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身边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们大家。